不是梦到把泥浆追回来，可能太辛苦了，太操劳了，要带你实冲。第一次投资吗？对啊，我第一次投资。然后那花了多少？不能说吧，100万吧。这个不能讲，这不能讲。孙生的话，他就是负责，就是当他的帅气的一番赏超人守护者，对吧？我就是应得值啊，对吧？一些艺人好朋友啊。怎么会决定要投资？怎么有那个勇气跟人家合伙？因为感觉对啦、啊，我觉得人对比较重要。孙生，你现在还有新恋情吗？没有了。那你这么帅，然后这么有才华，这么好笑，那么好没人贴上来。对啊，都没有人贴你吗？但我是高标的。对。哎呦。飞机，好低调哦，是蛮久，顺其自然，对啊，感觉比较重要，有不错的拉拉队的，我不一定要拉拉队啊，我怎么可能一定要拉队？拉拉队终结者哦，就颜值要很高，或身高很高，我觉得心啊，还是感觉跟善良，他也很重要啊，他是肯定，有要求多大吗？年纪，他说年纪，年纪啊，就美凤姐呢？没有。我都很久以前就看我脆了。那现在还有联络吗？现在没有没有。这种影响太久了，可能太辛苦了，太操劳了。他压力应该蛮大的，肯定的。你让他来玩一玩一百次。可以啊，他来的话当然好啊，当然好啊。那你会招待他吗？可以啊，招待你十抽。那 Wendy 也可以来抽吗？你给他几抽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十抽十抽。这样子那个预算控管可能会出现一些状态。